说参赛选手们啊，不要这么急着离开，不要这么急着离开，没错没错。好的，让我们简短的稍微访问一下你们啦。那么在访问之前呢，我想先请我们的 Brown Sugar 回屋了啊，是的。我们也请我们来自我们卡琳娜创意组 Brown Sugar， 我们尽速的到我们台边来集合啦，下一组轮到你们啦。好了，来来来，这三位同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哎呦，你好乖哦，哦，还知道自己的道具自己捡啊，掉了一根薯条，硬要把它捡起来就对了。哇，这个碎片你也要捡，不对吧？你这样子只会越弄越糟啊，它碎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来来，我想简短的来访问一下你们啦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是来自于哪间学校的？我来自于新庄。新专没有学校是不是？哦，都不同学校了哦。但是呢，也非常感觉出来你们这个别出心裁的创意演出，是吧？明明是我们的放肆街舞赛，你们硬要拿个篮球在这边街头篮球，好了，有个街字算你过啊、哦。当然过程当中有一些舞的成分。哇，哇、哦，你早该用这招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趁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加分题？还有没有什么加分的部分？来来，赶快赶快秀一下。我会转球啊！你是在呛我哦、啊？我不会怎样，我不会啊！哦、啊，那你比值？我比一就好啊！不要这个薯条给我啊！我比一不重要啊！我们卡迪娜薯条能够顶住这个球才厉害啊！来，压坏压坏压坏！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卡迪娜薯条的魔力啊！哇！我吓到了，我真的吓到了。这个薯条是这样用的吗？是这样吗？林总经理也笑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家的产品这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告诉你，总经理，秘诀是他们加了胶水，对，啊，有胶水啊，不能吃的啊。对对对对，放心放心放心啊，你们的产品不是这样的，你们是脆的，是好吃的啊。但是他们加了创意在里面，所以可以足以撑起这个球。没错，再给我们这组的参赛选手一点热情掌声。哇，好棒哦，是来自于我们的詹佩瑜，谢谢。